哎呀，哇，啊，哇！这味道绝了，太香了这玩意儿。放点这前天和这鸡胸肉，味道嘎嘎的。
家人们啊，新疆爆辣炒米粉，新疆的特色啊，王小江家的啊，味道嘎嘎的啊，嘎嘎全味，嘎嘎好吃。这个位置有小黄车，39.9块给你们发6袋，家人们啊，4种口味，微辣、中辣，还有爆辣，还有嘎嘎的特别辣啊，家人们啊，还有特辣。你们喜欢吃这种口味的，你们能得意这玩意儿的啊，去赶紧去干的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我强烈推荐你们，味道嘎嘎好吃啊，绝对是米粉中的天花板了。粗面的啊，嘎嘎好吃啊，喜欢吃这就去拍去吧啊。你们要喜欢吃那墨鱼了，直接干那个最辣的，你俩变态辣，我吃不了，我这是中辣的，吃正好。哎呦我去，这玩意儿太牛逼了，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家人们啊，你就这个炒面那炒面的跟它比一点配都没有，这玩意嘎嘎拿捏的，老姜了，料给它嘎嘎足，这玩意真是你这玩特色，绝对绝对是啊，整的是真是权威啊。哎呀，放点料吃那真入味儿。今天实现毛肚自由，麻辣毛肚。飘香小猪肚，
嗯